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范冰冰代言知名珠宝品牌。图摘自微博女星范冰冰，先前因逃税风波消失一阵子，这几年拼复出，可在不少场合遇到她，但声势不复当年。近日，微博官宣范冰冰为第一位女性全球品牌代言人，更与张艺兴齐名，令不少粉丝开心喊：“范冰冰这次是真复出了吧？”范冰冰为知名珠宝品牌拍摄的花絮影片在微博上曝光，影片可见她身穿黑色连身长裙，虽然打扮低调，但气场强大；另一套则是全白洋装，仙气十足，让看到的网友直呼“范爷回归”。其实，范冰冰近年积极力求复出，虽然参加时尚场合或公益活动，却声势大不如前。近来还被评为酸身材、走样、飘韵味，但她如今代言珠宝，广告一出，直接粉碎传言。范冰冰代言知名珠宝品牌。图摘自微博。范冰冰代言知名珠宝品牌。图摘自微博。编辑宋南艺。And 她走了，她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